林更新和赵又廷因戏剧结下深厚的友谊，感情好到曾被网友说有一种友情叫林更新赵又廷。近日两人上节目宣传戏剧，在玩游戏时林更新以方便夹菜为借口坐到赵又廷旁边，他假装吃东西让食物沾到自己的嘴巴，引起赵又廷的注意，没想到和赵又廷对到眼的当下直接用手帮他擦掉了。这暖心的举动直接让话题登上热搜，让全部的网友暴动啦，直呼是真爱呀，这擦嘴也擦得太自然了吧。还有网友替高圆圆发声，表示你俩在一起吧。网友这些反应真的是太可爱了，不过真的要心疼圆圆姐3秒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